我要回去了嘞，你要不要回去啊？凯凯要吃完了，很厉害啊！吃一个人吃这么大一口，哎呦，吴信义掉下来了，啊！这是谁的饼干？垃圾桶在哪里耶？啊？垃圾桶在哪里耶？在教室。在教室哦。啊，我们要有公德心，那看到垃圾要捡起来。要保护我们的地球。对啊，啊，如果这个全部都是垃圾，好不好玩？不好玩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捡去垃圾桶好不好？好。那谁可以带我去耶？谁呀？我带你去。然后我们一起去，垃圾桶在哪里？你们跟我说垃圾桶在哪里耶？在教室。在教室哪里？在教室。啊，可是这里可以进去吗？不行哦。那因为这里锁门了。那谁可以帮我放进去耶？我。哦，大家都很棒耶。哇，郭立文。郭立文是谁啊？郭立文。郭立文是谁啊？哦哦哦哦哦！哇，你怎么变这样的？你要手要抓好啊，怎么就飞出来了？啊，吴信义又躲去哪里了？手要抓好哦，不然等一下又转转转哦。那可是荡秋千，不是转转转哦。哦。我把它弄好。你要弄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东西用到一直拖，一直拖。你要拿。